志工服务它在学校里面是品德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老师同仁有没有落实在心里面，因为整个校风的维持的话，其实学校的师长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会开园路会议以及校长们呐的报告，那还有院长的台北大林还有花莲，那这样的分享都是非常的感动，同时呢也是很感恩。慈济事是人做出来的，没有人呐、总是心想的太大，关心的很多也做不到，是因为有人呐、感恩每一位呢都是这种的承担负责，大家有志一同啊，感恩，无限量的感恩，说不尽呐、总是呢有缘，在这么大的80多亿人口一个地球之上，我们呢也当讲有这么多人呐、和和一心呐、其实呢跟地球人比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啊渺小。常常看那一只蚂蚁放在呢时钟底下，总是呢蚂蚁跟时间、蚂蚁跟西米山这样的比量，总是非常渺小。但是我们的志愿好像呢宏志啦，这种真大诶气焰啦，包天地啦，虽然感觉自己很渺小，天下事这么多啦，其实我们要应该去做的实在是很多，很愧疚，都是因缘不具足，而且呢力量也有限，所以心里一直呢被全球的动态生机啊还是呢困扰了我。所以不管是对天下这么辽阔，还有慈济人这么多，这样的情啊是很难以去表达。不过呢回过头来想啊，真有福啊啦。有的时候乍听啊某某人怎么样，心里很不舍，再转一个念头祝福他，总是呢人间疾苦偏多，这样清安的清安的这样的脱离，也都是呢要为他祝福，轻无缥缈的这样飘然过去。但是呢人人一定呢要自我照顾好，因为呢这是为了回报父母恩，父母恩给我们的身体，所以呢要报父母恩呐、就是从他的给我的身体，我为天下做事，是是是为报父母恩，此啦众生恩。其实我们活人啊总是要感恩所有的众生，人的力量、物的力量、空间的力量，总是呢都是在帮助我们的生机跟生命，所以天天呢都抱着感恩心，感恩啊永不分秒不离心啊，这就是感恩啊。那人与人之间真的要感恩事多，
但是人间啊，情是很大的负担。其实这几天在心灵的记忆中，总是呢有无意识的台中医院吴宏斌医师，一次一次都是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虽然平常呢很少有接触，但是呢他从他在病中从台北回到了台中，我们的医师们院长都是呢那样的关心，那样友情的爱，的确感觉到这叫做情。那很不舍，真不甘哦，宏斌就这样的过去，那情啊，相信啊，来生来世我们应该都会在一起。会记得那一天我在跟他说话，我也跟他说要照顾好好舒服，永远在你的身躯边。你哦，爱会记得以前师父如果去台中，早起时都会跟你们说话，你都有听到，相信你心中也都有师父在的。师父这几天哦，时时刻刻都把你的那个形象哦，放在我的心，放在我的记忆里。但是我无法度去到台中把你看，不过我的心啦，我的记忆哦，都有看到你。你心都爱真平静，舒服时时都伫你的心内，伫你的身躯边，你爱安心。那舒服永远拢伫你的身躯边，还佫有诸佛菩萨咯，你爱安安心心吼。那人间呐，需要你。所以呢，换一个好的、健康的身躯，再来吼，这面对人生，给你祝福哦。师父在这，真虔诚为你祝福。我时时拢在你的身躯边，爱记着。感觉人生无常，但是呢，记忆上一直有他。这就是永远跟我常在，这就是因缘呐、啊，感恩是真多啦。这种日落日出哈、哦，那我们都是要好好的为天下来做事，感恩我们的四大事业都非常需要，时常要连接在一起。不能分离的慈善、医疗慈善、慈善教育慈善、人文，也是呢慈善人文。我们都是呢心念呐、啊，心心念念，不管四大事业，或者是呢八法八种的方式，如何走入人间呐、啊？总是要考虑这对人间有没有用处，那对人间的用处有没有利益，这人间。所以呢，起心动念啊，相信我也时常说，感恩教育校长们都是呢用爱的教育，感恩医疗啦，那院长们啦、啊、副院长各部门的主管，大家呢和和互协，同样呢也都是共同一心愿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呢四大事业啦，总是呢做的真是利益众生。人文呐、啊，就是净化人心。
现在的世间人心很污浊，佛陀说污浊恶世，所以呢非常难啊。不过就是难，我们才需要呢四大枝叶各有人文，总是呢用爱把它转过来。佛陀是为人间苦难而来到人间，我们的枝叶呢就是要如何拔除人间的苦，所以这四大枝叶无不都是呢为心灵的净化，还有身体的疗治等等，身心呢跟行为呢，我们要如何把他们那苦拔除掉，那导向呢这种正确的方向。